特别漂亮哦，服装特别漂亮，特别美。建议前辈说唱的特别棒，科恰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传达韩国的文化。어릴때부터영어로된애니메이션을많이봤었는데대사를다줄줄이외웠다고부모님께서알려주셨었어서그때부터외국어에관심이좀많았던것같아요 The story is this one story. He is mine. And on the other two, they sing a special song. Flowers be like blue. 大家好，我叫郑雅贤，今年是20岁了。你们看狗戏，我自己觉得自己特别有能力的是，我可以说一年和中国话。谢谢你们来听。영어는5살때부터했고이제중국어는7살때부터했습니다Blackpink 所有的前辈们在很愉快的做表演，和观众朋友们一起互动的做舞台的 样子，让我很激动，给我很大的动机。我觉得我要更努力练习，更努力练习唱。